事，时间就变多紧了吼。那咱们这里来啊，贵，今年贵几百，哎，贵十多位了，几百了吼，贵十多位了吼，因为前天嘛吼，那咱们前天嘛，那咱们贵十多位。但是这个属相，你这个属相，也是转化转化当中，把人家说大鱼相的可怕。咱对过去春天的这个十二月当中，演转了古年节日，也叫做这个咱这个新冠的病毒这个变动了后，那么啥呢？你这个变动，已经是世界有四千五百多人，四千五百多人，但是以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调查啦吼，是因为受到这个新冠病毒啦，是一万，是一万人的人数，是咱台湾，咱这个台湾的是会四倍，台湾两千三百几万嘛吼，啊有两千五嘛吼，差不多四倍嘛，四倍多嘛，就讲咧讲个世界甲一年间的这个变动，有死去台湾的这个四倍半些，四倍半啦吼。在台湾的所有人到四月半，可怕哦！这是一个可怕，所以讲天有不测风云，啊人有旦夕之忧啊！吼，在这个当中啊，咱来讲讲这个时运的这个反转，这个时运的转变，我咱讲讲这是一个种不可思议的物件。所以人是为了讲讲，明仔先教，还是无常先教？所以有些人在讲他讲，啊，无常先教，也许有人会讲，啊，明仔先教啦吼。但是这个无常啦吼，这个发教不教，未当未解。但是明仔是今后就明仔，明仔是今后就明仔。所以就告诉先讲啦，伊讲吼，较早一个卖早餐的这个老板啦吼，啊有用一个广告啦。你说啊，明天吃早餐没有钱哈？说明仔来吃早餐的，没钱掉了。我打个话给侬，明天吃早餐不要钱哈。靠早呢，空间单做排队呢，哦，大家要吃早餐没钱。我姐进来当天哦，空间把你们照顾的，你吃晚餐吃掉了钱，你说明仔来明天吃早餐不要钱。对，今天永远有一个明天啦哈。我是讲明仔载，今仔日来打分的，这是今仔日来打分的明仔载吼。啊，因为是明仔载工资，所以人生因为是明仔载吼。但是，咱的无常要安怎知影？所以咱就想讲，人力是单薪资，咱人要安怎？人讲，天上有云啊，把明仔载明仔载带啦吼，把这是一个实际。但是因为唯有就是呐，在人生这个的事上。这个的书，这个的书，书话就开始咱来到这个世间，叫做轮转，那叫做轮回。啊，你轮回来到这个叫做世间，这个、叫做世间，这个叫做世间。啊，世间的变化就是叫做属相，属相，唔是叫理想，唔是叫理想，它是属相。啊，属就是一切属嘛。啊，所以咱人民一切属的这当中，有如有无。这个属相上的贡献，我就解释叫做咱个人的命运。哦，咱个人的命运。啊，咱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个人所行过，所人所经过，个人所做过，拢总无相像。刚才呢，为神啊，为是很年轻啊，就得着病啊。啊，为是一世人，食到以前咱知啊，今年九十岁，八十岁。耳聪目明，耳聪目明听无，别讲健康无问题，啊，目睭无问题，啊，行无问题，拢总无问题。啊，那像咱老人呢，我去年六十六岁啊，啊，今年六十六岁啊，啊，我已经进入老人啊，进入老人年，我健康就出问题。所以有阵恁两个讲话，我也听无啥清楚吼，但是迄搭叫我听无啥清楚，咱就注意者吼，因为我健康起码。听较无，
不是讲啊，目前这样大病啊，我咧叫叫病，不是安尼啦吼。因为咱讲咧，医生人检查我这边啦吼，我这个年就是已经有59，啊，这边就是有43，啊，咱平均值平均值是20啦，以上啦。啊，59到60岁，这台戴耳机啦，戴耳机啦。啊，这边是40岁，即马是这边咧听，全程这边啦，啊，安平这边就根本听无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这是新闻的，医生老公，我这个压力造成的，一个让呢，一个迄个激素，吼耳聋啊，安尼啦。啊，食药有效无？哦，现在食药，啊嘛是认真咧食药，啊嘛认真咧甲运动，但是啊，我们就随缘啦吼，我们就随缘。啊，就是咱我之前讲的，如果我哪天较无清楚，还是咱叫我无甲恁回应，把恁大家准备。真正就是到这里面回来，就是用中文讲。啊，这就是哪？这就是咱的阴报，有一个叫做正报，有一个叫做阴报。什么叫做正报？正报就是讲，你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一切都正顺利啦，一切都正如意啦。哦，心想事成啦。啊，人生你有哪份哪些物叫做感悟啦？哦，你走到人生的胜利处。我念你，念进我家，你的正报很好啦。啊，你今天来到这个世间，是叫做依照我们依本的依住，咱这个心，咱这个身体所活，这个叫做依本。啊，依住这个身体所活，这五种叫一种就是咱的主性，依住这个肉体，咱的主性，咱的本性叫做正本，咱这个肉体叫做依本。有一种就是咱这个肉体叫做正本，啊，咱的亲情朋友。啊，咱的家己人叫做恶报，这个医报，大家有无？这种叫做正医报呢。我告诉你，讲的叫做正医报。啊，因为咱的正不好，当然就是咱这生修嘛吼。咱的医不好，啊，就是咱的福报有嘛吼。所以咱一人生就是讲，哦，这个过程内底当中，咱想一个好烦恼唔知影，是不是？这个烦恼你唔知影啦吼。啊，六千不变，啊，那这个咱是非常容易啊。但是有一个物件，就讲，因为这是咱知影，因为一个人的正报甲依报拢好，毋是来自于天拨来礼物啦，毋是来自于天拨来礼物，是因为伊来自于过去，伊有修得较好来啦，哦，安尼啦，哦，所以因为咱一定要知影，这修得的这个叫做因果，你前世因，你后世果，这是属于造命的属性，是安尼过一件的。咱是咱在了听道理，因咱在听道理，就是了咱的自心，咱的自性会当较清楚。哦，咱的自性甲自心无烦，无烦躁啦。啊，你若无烦躁，是不是你若无快乐？咱若烦躁、烦杂啦，吼，咱人来到这世间就痛苦嘛。就是那，咱就是讲啊，无有烦事，无有烦事。迄个烦比死较痛苦，你敢知影？迄人若咧烦吼，伊敢知影困袂去呢？咱人来到凡人吃，不过吃袂落去呢。你唔知影，所以凡事比死较艰苦呢。所以咱有时讲，保佑凡事啦吼。啊，但是无意思，烦对对来，咱的烦，咱的烦恼，咱的未顺顺对对来。足简单的就是因为咱无正福报，因为咱福报，咱的正福较依本，咱无无正的，所以咱讲啥？讲积德积德嘛吼，一生看就是安尼嘛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当时咱知影就分到有两个地主嘛，啊，两个地主一个叫做苏婆地嘛，啊，一个叫做天上尊者嘛。啊，过年咱我嘛讲过嘛，啊，苏婆地，你看一个好嘅人，有钱人啊，有钱人吼，你是带有钱人，国泰民安吼，王永庆这啦吼，那讲叫做经营之神呐，成功爱做拍拼。不是打拼的，一定是成功的。你听我，好，他说阿爹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比别人较打拼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比别人较歹命？伊讲我咧打拼，即目前叫我目前车，你听我，你伫迄条迄电视安尼，啊，无论对时代的电视，制作人也好啦，伊做主持也好啦，非常的活跃在整个业界。好，伊我说无打拼，我讲帮他。拍拼较少时间，拢害伊啊，欠两个时。伫迄两个时当中，现在已经要学，已经要学两个啊。
打拼，所以迄个打拼，毋是打拼就成功，所以较早个前辈先甲讲，你敢知影？我想讲你较困难个吼，唔三路困难都食啦，唔三路困难都食啦。你讲，他过去咧，前辈先有咧讲，讲趁钱就是够啦，啊，存钱那是使着头啦。当时咧，啊，是咧，但趁钱也存袂了，这个观念咧，我未存全。咱是按照做面前的赚钱，咱是要存得掉；咱是按照赚钱，咱才存得掉。问题是，我做好开吗？不是你做好开，甚至乎你无开都未使，乎你无开都未使。今日是一个破病，你敢会使无开钱？哦，咱就是啦，今日是出问题，你敢会使无开钱？咱家己出问题，你敢会使无开钱？啊，就咱见钱，你敢会当听？啊，就变了钱以外，啊就出问题，啊就见钱就出问题。好，什么原因？因为重点是咱的福报，咱的福报。我常咧，比如讲，咱前世人大来，比如讲我前世人大来量着些福报嘛，量着些嘛吼，啊我量着些嘛，啊你咧量着一面汤啊，一面汤你听到，一面汤较大些较大，面汤较大嘛。啊咱两个人，咱若讲提出外口，天来咧落雨啦吼。啊，咱你的面汤摕出来，我这个摕出来。天落雨，天公嘛吼，天公就公平到天书，无天书啦。咱两摕出来当中，哦，离外口迄个所在，送来心较济。当然，上天好拢平静，但是我这个心地就崩溃啦。因为你不安尼尔，我确实嘛安尼尔。啊，你有一面汤，你确实嘛要滴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咱那就不能讲安那。只谈机无业，莫怨太上天。只谈咱家己无迄个福报，莫怨咱上天无公平，安就对啦。啊，是咱咱无福报，对啦。咱逐日要趁钱啊，想趁就有啊。唔知讲愈拼愈吃力，愈苦难愈吃力。因为咱讲，你定要出问题，你有钱要出问题，有些代志要确实是。啊，问题出在所在，咱讲唔难就根本去下功夫。咱讲对迄个我硬要拼，硬要谈。啊，拼到尾一个身体还行，嘛是无事。啊，当去想着，我知影，我是死人的命在吃苦的。哦，一日是一日在用料的所在。卡啥？迄、那个职界，迄、那个咱华，迄、那个平湖水产署，阿妈去台北，阿去宜兰，阿去花莲，阿去台东等等。因为我去找一个担当的陈总，迄陈总才啦，咱那里。这个叫当头港，过来当头港的办事叫中川进，一个后生啊。那当头港人办，啊，当这个后生是台北，伊过去，伊我讲几点啊？九点吼。中正的后生吼，过去是去台下去搞着一个啊，因太太，因太太当中嘛是因的东西，因爸爸是在做布片的。啊，过去的当中吼，因为当然怀疑查某囝在谈做生意，但是二七年代北啊，会使讲讲，既然即嘛是一个总裁，啊，拢是大老先生了吼，我迄个地拢一平百几万的吼，伊用这两个单位就迄个伊的存款，迄间就来开的话吼，啊，所以因为人的能力、人的财富有这个困难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其他就含我出的身份。我哪里讲这些？哦，啊，新来做，讲这人的有钱，是来注意天挂的结婚，就是因为伊个原因啦。一条，敢是去偷客去抢的，不是？偷客较抢就到别个欢喜啊，无可能在别个所在。啊，就是讲，因为过去一定不是你这代，因为祖先这代，就是因为顶官这代、祖先这代，一定有咱这代过来。无伊就讲，因为对迄个机会，啊，对咱这机会较歹。上天无输一直是，咁是安尼吼，所以我连讲遐物件，咱平湖时咱就在下讲，我当时伊个意外得奖的时阵啊，我有八百万的负债，伊讲有八百万负债，伊当时想法我好高兴呐，伊讲已经去分公司，已经投资千几万的人寿保险，人寿保险啊，伊讲吼。因为伊那农人，伊个所在嘛看好少。你伊那来，当初你讲，就知影伊在讲个，我袂使只袂讲。
伊讲家己所在嘛上好势啊，但咱干啥你敢知？迄呐寿险公司就是讲，你呐一年内啦吼，自杀不赔，就等一年外过，安尼自杀倒赔起啦。甲你讲起，迄个一年过了后，落来倒一万块领。啊，若一年内落来吼，即肯定无领，啊，你等迄个时阵。啊嘛，这个因为即足巧，互咱道中甲带入来，互伊背上个因缘入来。伊迄本册有写哪里讲？我被我的女儿把我带入正途，我和我的查某囝阿壮的正途，因不切在幻想哦，恁老爸应该就清楚。所以你迄个时阵，因为伊迄阵有八百万的负债，甚至我阵去办的当迄间厝啊，发现个失掉，迄间厝要发现个哈袂去，伊妈讲迄间厝，我有迄间厝办过着，但是伊听我讲者讲，咱即世人都无好过。但是咱一世人，兵分就兵分，兵分就是兵分。你较惨也是安尼个。伊安怎你敢知？迄是讲话听个啦，阿嘛讲闽南话听。讲伊要对积福报开始，伊用三株小株，三株小株你听无？等于三只地公啦。伊讲伊个哪样呢？伊都不钱嘛，不钱过世嘛。因为伊个大厅家己一只，伊个房间家己一只，啊对着所在家己一只。伊讲。辛苦人赢起啦，南山咧在落嘞，啊南山在在落嘞，啊那落天下无事，这是讲我听无嘛唔知啊，对啦。公主安尼过了，伊开始分开始，伊开始行顺啦，伊慢慢就是讲开始行顺啦，迄是伊讲嘞。恁若要清楚，拄着时阵，你去问就知影伊啦，不怕清楚嘞。我是大约啊，做个转达。哦，以前你妈讲，去年吼，啊现在去年吼。每次一千几万，即摆应酬结得应两千几万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因后生，因查某囝，接落来伊说家庭呢，得到到了后，真正咧收到了后，整个家庭苗拢改变起来，就是讲伊今仔日把迄个贫困，迄、那个贫困的卡巴，能贫困的夹子把它打开，你贫困的卡巴拍开起来，啊，你拍开就是啥？东西不得这两个元素，同我讲的苏婆爹，他开始分家，啊苏婆爹就存好命啦，要过世啊，啊开始分家就是存阿婆啊，善良人要过世啊，当时呢，但是当天呢，因为大家很奇怪，咱较早他会有人讲阿婆一家，他会大分一分米，好命人存钱，啊善良人存钱不吃，当时那时候就这意思嘛吼、哦，所以呢，人就去问苏婆爹他讲的。唔吃，迄个生活地方，因为这好嘅人，伊就是人就接福报，即世人就福报，但是伊即世人来拢享福嘅，拢享福，但讲叫我不可享福嘛吼，啊造福、接福再传福嘛吼，但是因为伊来都唔知影，一直过这钱，感觉伊嘅人命，伊感觉伊嘅会牺牲嘅，所以伊唔知影我关注对啦，啊所以咧生活地方伊存只好嘅人，甲坏。哦，我遐些人找善良人诶，遐贫困咧找去食无去咯。啊，咱一个离迄个佛教上有一个公案嘛吼，伊、去找一个去食无，啊，去食无啊，过世就发臭酸风。但是伊时阵呢，开始分食大食，伊诶地，伊诶一寡即个水草咯，啊，大水啊，大水，即个未使食，是先要食，你甲食。伊讲即碗就是去食无。因为伊要欠，伊中到时个中到饭嘛，伊个伊就是村上人吃个嘛。啊，即碗无食就欠他还食。哦，因为你即个吃食饭，迄个了即个吃食饭当中呢，因为伊就是呾，伊就是好个，毋是变个害，毋是变暴食，蛮好个。我出个即个物件尔嘛，所以因为甲食了了后，迄、个贫困个，迄、个贫困个卡巴慢慢就转。哦，所以呢，因为到尾即边人打算去问佛教，佛教讲，即两个人拢钓，把人问钓，钓着呾，伊拢从比较少，钓着伊有分别。啊，所以呾佛德，呾金刚经呾开始有设定一句话讲：逆时不失时，重于持化，入孝于大成，其实无机声中处体吸引，原本处分是去修化，是去负责理解，所以处体吸引拢一化一化来。哦，所以有人今日去收到就是免费晒嘅，我嘛怎么钱收咯？
无甚物人趁钱要予人啦，啊嘛无甚物人会当欠消费钱啦，简单讲就是安尼，这是不做钱啦，啊不做钱，因为今日我毋是叫恁爱一定爱提钱出来布施，佛道三智，法师、财师、无畏师，这三智，咱的名呐，这三智你敢做嘞，就一定无问题。用心讲的拢无效，用心讲拢总无力量，就是你的习惯。所以差不离道场内底当中，你的福报、你的苗就开始转。各位今日去当中啦吼，咱有信任，咱王金啊，所谓迄个王教授吼，王教授是伊中医师，中医师是博士啦吼，中医博士。所以伊引进当中就是然后咧讲啊，这个有需要人，伊然后咧讲赞美也好啦。成就也好啦，甚至伊是高中是一个啊足优秀的这个人才，啊嘛是因为伊是足友好的查某囡仔，啊所以今日的当中呢，咱邀请的这个黄博士吼，把中医、中医师的这个博士啦吼，来为咱来甲咱助威，咱今日即刻啦吼，啊咱互我讲这个所在，希望各位大家身体个身体健康，谢谢各位。感谢吴先生慈悲，前道鞠躬，躬道鞠躬，在感谢吴先生慈悲。